OK， 所以就是梦幻之馆。还有是砸这个雕像没有？啊！我刚刚好像看到雕像动了一下，是我看错吗？我现在边监视它，看一下等下会不会动一下。好，没事。妈！哼，嫩逼！这毛巾有一股怪味，漂白一下。里面装着水果糖，要拿走吗？拿。仔细一看，小袋子的底部有个像按钮的东西。哈，我按个按钮就死掉了，他妈的！有了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那个外面那个铁门。啊！好。OK， 好不得，好不得。正常这种东西不是应该追到门那边就不追了吗？我怎么过了门还是再继续追我啊？哼 ，Easy game 嘛、啊，看，太简单啦！哎呀，我不喜欢玩这个游戏。每次解完一个谜，都他会把我干掉。嗨，熊握着一把刀，干，等一下熊一定会过来追我，我要做好心理准备。Easy game 啊，干，我怎么感觉等一下原木会往我这边飞啊？算了，干，我知道，妈的啊！哦，我真的很讨厌这个游戏。啊！啊！干，我的心好累啊！一股恶心的味道。还有，我们拿个厕所用纸给他，在杯子里面放上厕纸。放个厕纸就可以了、啊，三小啊！在杯子里面放上手枪，干，我的手枪不是没有子弹吗？这边肯定是要大跑特跑，吼！有地方凹的可以躲哦，你是说这个地方是不是？哦，有道理哦。嗨，啊，有有有，要快速啊，要快速。怎么可能呢、啊？